据外媒报道， Lady Gaga 跟未婚夫 Taylor Kenny 分手。据悉，两人于月初分手，结束了五年的恋爱关系。两人于去年情人节订婚，而在前几天狼叔35岁生日， Gaga 并没有带着婚戒，这让外界产生质疑。尽管多家外媒均发文确认分手属实，不过也有很多人乐意等 Gaga 和 Taylor Kenny 发声明。这几天不少歌迷在猜测两人分手。7月15号，狼叔生日， Gaga 没有任何表示，非常反常。而狼叔的哥哥婚礼， Gaga 也没去，自己跑去了墨西哥，看来确实分手无疑。不过外界一直猜测两人为何分手，让 Gaga 的感情生活更加扑朔迷离。